看得到龙珠呢，都是呢在戏龙珠，还有呢我们的鼓手也是超级厉害的哦。从远处的朋友也可以真的看得到安妮娜鼓手呢，这种打法呢还卓然特殊的一个古阵哦，所以呢我们还可以一起欣赏。那一个龙队的一个杰出表现呢，在于我们的鼓手还有我们龙珠会不会带龙头，所以大家记得慢慢的来预测。好，这个呢是我们的龙非常高兴哦，所以呢他们呢在翻滚，代表呢龙和整个苗栗市的好运哦。同时呢，在我旁边的这位钟老师，好，在我旁边的这位钟老师呢，也邀请你。游龙戏水。好，我们的钟老师，欢迎。银龙，还要说没那个娘柳，就是舞龙。啊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在舞龙。这个舞龙呢，刚才我们一开始大家就可以看到，他们的套路呢是从神龙下凡，金龙翻腾啊，现在啊又在啊回不到我们这个金龙翻腾的部分。哇，现在这个动作就是金龙。